们找到他了，我们找到他了，你看这里。我已经跟你说过了，我要找的是真正的有机农产品。让我们跟着永续慢活地图的脚步，来成为花莲守护者。今天守护者将要来到花莲，寻找全台唯一连续四年获奖的有机三苦瓜。妈妈，听说最厉害、最新鲜的就在这里了。对，你想不想当人上人？哎，那要请老板指点一下。浅草堂位于花莲的手风乡，店家贩售各类有机产品，最有名的就是这个苦瓜茶。店内产品的原物料都是有机农作，从原物料到制作都是有机一条龙。真的是先苦后回甘啊！抓到了，抓到了。下一集裕达将会前往一颗高丽菜只要10块的无人商店，还有很多店家藏在地图中，记得去探索哦。